们都还在，没有走了，真棒。我在想说，我们前我们上阶段唱的比较唱的歌都比较感人。啊，你要走了吧？好，再见。啊，不是啊、哦。我想说，我正在想说，我们唱的歌很感人，赶走一堆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刚第一阶段我们都唱自己专辑里面的歌曲，那都是以卑南族的那个主语歌曲为主。那对于你们来讲，应该是听过法，就是像是听法国歌或者英国歌曲一样，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会唱你们听得懂的歌曲哦。哦。而且这里面有好几首我们从来没有唱过，从来吗？对，对我们来讲也是新的老歌，对，是新的，都是老歌，但是我们就重新再唱这首歌曲，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歌。对，你们应该是听过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第一次唱这些歌，然后又用三个合音，用合音的方式，姐妹花的方式来唱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害怕。你不要讲害怕，你这样子露出马脚来了，唱错他们也不会知道啦。知道就拍拍手嘛。好哦，我们先来。我翻一下歌词。对，我们这个要请原谅，我们要看一下歌词。对，因为有点年纪了，看。因为那个写和音谱的人真的，我一直在想，十二生肖有没有多一只叫做乌龟的？很龟吗？为什么？好哦，好了，那这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。
重复我可以听20遍以上，然后去合一直合，就是他害的，为什么他编的合音哪里是辛苦你了，我没有编嘛，我只是分配工作而已，辛苦你了，还好我是分配工作而已啊，要走了，真的是很感人，看看拜拜开心哦，真是赶走了一些人好了，不得不承认，留下来听的都是那个听耐听的歌，对，麻烦你们忍耐继续听，怎么这样？要这样子啊？接下来这首。